对 ，Hello 小火龙 ，Hello 晚安，李迷神推 ，Hello 坤坤，晚安各位晚安。安安呱呱晚安，晚安李迷神推晚安，坤晚安，各位晚安。Good night， 发型可爱，谢谢你们，妙双晚安，可爱吗？随便绑了一个头，最近的头发就是很过渡期，不是啊，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用它，所以我都会随便绑一根头发，最近都会。Hello L，Hello 季风凉 ，Hello 家属晚安，各位晚安。雪漫晚安，婆你个头婆。好好晚安。Hello 立晴天，欢迎晚安晚安。没关系，你也不用给我。汉汉晚安，汉哎福福猫欢迎汉晚安，浩逸晚安 ，Y I H 晚安，思涵欢迎。晚安啦，浩逸。福福猫，谢谢你的捣药杵，哇哦，这是新的吗 ？Hello， 晚安，出门，家君 ，Sale，Sale 在上班了，对不对？辛苦了 ，Sale， 加油，加速，谢谢你的一封信。谢谢加速的一封信，谢谢雷鸣神推的枫叶。情信不用，谢谢，不用不用，我不要打开，不会打开，打开不是好事。Sale晚安 ，Sale 上班加油。亚麻路虎欢迎，志宏欢迎 ，Maple 欢迎，晚上好，流浪人，晚安晚安，各位晚安，晚安志宏，晚安玉安，晚安这世界，晚上好啊，你们今天晚餐有没有吃饭啦？有吃饭吗？有乖乖吃饭吗？哈喽，哦，吃饭中，吃了什么？今天吃什么？凌凌神推小火龙欢迎，晚上好。好不想上班，辛苦你了，塞油。星期一期待一秒一秒的，好期待。今天出来了，出来了什么？你说 Instagram 吗？在 IG 出现的吗？还是哪里？期待我们的一秒一秒约好，期待期待，一起期待起来。Hello 锦庸欢迎，天月蜜平欢迎，吃 M 哇、哦，好好，麦当当，好事多欢迎，冠杰欢迎 ，Hello KFC 中。你们都吃这么炸的吗？油腻炸炸的。哈，我也想吃，但我最近还好。我最近因为可能是生理期，所以吃不怎么吃东西。Hello， 袁毅欢迎 ，Kiss me， 欢迎帕拉哥，欢迎博昌，欢迎。已经打了两次疫苗，阿丽只打了一次。围炉晚上好，玉安晚上好 ，TV 图片官方的晚上的 ，OK OK， 期待。你不用理我，好吧，毕竟你们的年纪。Hello， 元素欢迎你。雅思亚当斯欢迎，阿丽打，阿丽礼拜一才打。西兰欢迎，詹先生欢迎，君莫笑欢迎 ，boss 欢迎，企鹅欢迎。我预约的比较晚，因为之前都被预约满了。
Kitty 喂，欢迎新来，欢迎。明天我休四天连假，四天放休息。哇，你们都要放假了，你们都要干嘛？今天头发好有趣，怎么擦毛好多？对啊，头发乱，没有好好整理它。但我今天就是想说，来。欢迎布林青，布林青，欢迎任静雪，欢迎黑杰克，欢迎秀一，欢迎晚安。我现在只有一只眼睛看得了你们，等一下我先戴另外一个眼。哎，破掉了。贵的说，好像破掉了耶，不能戴了。Oh my god！ 不是破掉，这里面也有。这就是要。很近哦，没事，它不是破掉，它是里面有东西。看错，先给它洗一下。Sale， 谢谢你的星座，你也太多个了吧？没有破掉啦。你中秋节有在家烤肉吗？没有，我还不确定，不知道。Tom， 欢迎佳作 Lucky， 欢迎 Lock， 欢迎陈真，欢迎天天，欢迎六亿人灵，欢迎高手，欢迎 Kevin 北元，欢迎。又慢，欢迎。所以你们会烤肉吗？卡比，谢谢你的捣药杵。你们会烤肉吗？谢谢卡比。苏云，欢迎，晚安。你们应该会烤肉吧？连放四天，应该可以要去烤肉，在自家烤，这样不要出去吃哦。哼，乖乖在家烤木木。我跟你们说，木木刚真的让我超生气，生气糖欢迎，刚好在看到生气糖，晚安吉米之后 ，Hello 战士，因为他不走路嘛，然后我就想说好，我就带推车带他去散散步，结果呢，他看到狗就很激情，他看到楼下的朋友，他就很激情的、很开心的跟他玩。然后结果狗狗朋友走了，他就给我趴在那里，然后我就说走啊，我没用走的、啊，他就不走，就只能把他那个放回推车里面。但是带他去公园啊，他会玩，他会下来走动，因为很多小朋友，他最喜欢的是小朋友跟狗狗了，他喜欢遇到同类跟。小朋友柚子欢迎，不然他看到别人，他几乎都是很淡定。吉米周先生的守护零号一晚安，金欢喜欢迎周师傅，欢迎汤姆，欢迎阿峰，欢迎双人，欢迎晚安吉米周。Hello， 嘎比谢谢四叶草，厉害哦，戴眼镜还能说话。当然我已经练成一公里了，没有啦，就是我们这边化妆啊，在后台化妆，我们都会边化边聊天、啊难不倒我们的好吗？ Google 乖乖欢迎，韩香欢迎，吉米小子欢迎，若意欢迎，还有什么事我们女团做不了的事？还可以边画，在车上边画，还可以边吃边画，边吃饭边画。君婷欢迎， TNT 小子欢迎，晚安各位晚安，皮卡丘欢迎。所以木木是不是真的很讨人厌？重击欢迎，戴眼镜我一定要对着大镜子才能戴。你的眼睛是怎样？很小是不是？君婷晚安，婷婷晚安，婷婷妹妹暗红欢迎，杨老师欢迎。拖却不用，因为拖就直接这样拖，对吧？是吧？
好，晚安啦，暗红。危险重视婚姻，是吗？就是拖，其实就是拖，不用镜子。然后想立狗狗欢迎，是云婷。对不起，我已经改名叫你婷婷啦。我刚刚第二次不是说婷婷，对不对？君婷、云婷、云婷，我刚刚是不是说婷婷了吗？第二次的时候就叫你婷婷。玉人欢迎，叶欢迎 ，Hello 叶风欢迎，沉鱼落叶欢迎。阿丽的脑袋不好，你要让我习惯，所以你要多来一点，多来看我直播，我就会习惯了。我就会知道你知道怎么讲，下次看到你就只叫婷婷，婷婷宝贝。有，我刚刚有说婷婷。Jack 欢迎，毛巾哥欢迎，干你屁事，陈家叔。人家想走心就走心嘛，你也很常走心啊，陈家叔小朋友。在君呢、啊？你啊，我就喜欢君呢、啊。宫宁柳欢迎。谁欢迎？不想看你牵他的手，该怎么走就怎么走，不必那么努力。你就很爱走啊，一言不合就走，真的是跟我挺像的。就是我的歌星是刘建谷，欢迎姚欢迎。就是我每次，我之前就是跟人家在起冲突的时候，我就是讲不过别人我就走，然后或者是就是人家开始开骂的时候我就走。可是我现在不会，我现在会听他们讲完话我就走，才走。除非真的让我觉得不合理，我就不想。上次讲感动的事我真的有小走心。哎，我有讲过一个，你自己没有认真听，有一个我说了，有一个算了没事，你不知道，他说哭了欢迎。我要多来看你名字，这样你才不会叫错名字。没错，婷婷宝贝，思涵欢迎，大力王欢迎，君默默欢迎，奶奶欢迎，福福猫谢谢，四叶草剑骨谢谢，枫叶 AK 耳朵。哎，我是否大家所有小瀑布，又不是只否个人好吗？剑骨谢谢枫叶，你走屁心。讲下去没事，不讲没事，当我没说。哎，我的头发是不是真的很多杂毛啊？怎么办？会不会很丑？不会吧。雪阿北乐库拉，谢谢你的导药处。我以前999欢迎婷婷，欢迎。我真的没有浪花，不然丢你便便。好啊，来啊。你就有一种下一个去除气到去除钱，去除浪花，然后丢扁扁过来。再欢迎刚刚跑去看玉，好的婷婷，你想去看谁都可以，反正我一直都在这，你想回来就回来。阿丽不会丑，只会想笑，只会想笑。阿丽不会丑，只会想笑，什么意思？我厨子开玩笑了，陈家什么？Hello， 一生麻油饭，欢迎。我跟你们说，哎，我想问你们对待一些，好的，没问题，谢谢婷婷喜欢我跟玉云宝宝，欢迎欢迎，都喜欢萨库拉的哦。我说，你们面对就是争执这件事情，你们都是怎么处理当下的话？假如说你们回回晚安，黑加仑欢迎，658欢迎。假如说你们今天就是跟人吵架了，然后你们现在一对一这样。你当下你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忘记户口没钱，哈哈，陈家顺你也太无聊了吧！哎呀，开玩笑的，有没有站去？切尔通欢迎，我从下面，从下面比较可爱的感觉。如果我再戴那个阿呆眼镜，应该就更呆。哦。没有，他没有要送火，他只是想丢个大便给我，是不是很坏？他想丢个扁扁，你们这样子觉得对偶像是正确的吗？啊、哦，真是的，陈建树，
吵起来啊，谁怕谁？互怕互，我怕互。哎呦，你这种个性真的是，我也是可以给你掌声鼓励。要看对家人还是外人，家人的话会越吵越大声。嗯，没错。那如果是你们的另外一半呢？你们敢吵那么大吗？1666烂花也丢不起。别丢，我说了别丢，我不值得一个变，好吗？澳门客欢迎你。下个月的浪梦成真有阿丽开心，嘿嘿。乐苦来欢迎。明的心，我另一半是你。我想吐。伊犁欢迎，不要一直让我听到这种话，真是的。婷蜜这几天有没有在想我？我也在想你。哇，这个告白，当然有啊，婷婷宝贝，我都一直有，每天都会想大家。应该是说我的心里有一部分是小姑姑们，所以其实只要来跟我聊过天的人呢、啊，就是在直播，其实我每天都会想的。另外一半当然不会吵，直接冲到解决。Oh my god！ 你这个，你不要乱开车好吗，西兰？天哪！不要在我台乱开车。虽然我是小布布，但是别人西瓜欢迎多想可以帮助你减肥。傻眼，这一点也不助减肥好吗 ？Miso 欢迎乐苦，怎么啦？我刚刚截图到你翻白眼啊！经典，这是经典，经典中的经典。那个直佛给陈家树的白眼，因为他就是你回应他就是白眼就对了。婷婷，我教你，姐姐不乱教人的，这个一定要真的，你们要收藏好。对待陈家树只是翻白眼。经典的翻白眼，对。阿翔欢迎，你好意思说有想念人家，都君庭敌叫人，怎么样？我不识字，怎么样？好啦，不要跟陈家树在那吵架，吵得 越像情侣，奇怪了。不吵，哼。笑笑晚安，笑笑。不自觉，刚突然想嘟嘴。晚安，阿翔，笑笑晚安。感谢家树大大，让我们阿丽有白眼崩突，无时无刻都有。看到他在留言，你就可以翻白眼。Andy JR 欢迎，哼屁，我就爱哼，怎么样？笑笑欢迎，嗨 JR。谢谢 JR 的带我去流浪，谢谢，好美啊！你可以放大的嘟，没关系。谁的幻想了没呢？手中欢迎 Sally， 欢迎 Sally， 晚安，大家晚安。突然想送你们爱心。我也在收集嘟嘴。对啊，你，我有看到你的 Instagram。你好，伊犁。然后你给我发了3张嘟嘴，我想说有事吗？有事吗？有事吗？你不要给我发我嘟嘴。嘎比欢迎，你是被笑笑影响是不是？嘎比谢谢行李箱。我比较喜欢阿丽说扁扁的方式。什么？我刚刚说了扁扁什么？嘿，我截图阿丽的爱心，耶、yeah, ，爱心满满。阿丽比较喜欢大 size T 恤，没错。阿丽前几天晚上推电影看了吗？还没，因为我最近没有时间看剧跟看电影，我都在小忙。不要惊讶，我一直惊一住，没有没有惊讶，反正你进来我也开心。九蛋欢迎做封面图，好可爱，不可爱？就是你也截好看一点嘛，陈家树。晚安 ，Sally。阿丽好可爱。谢谢笑笑，下次用白眼做封面好像不错，那我不叫适合你，你不要跟人家抢了饭碗。呱呱欢迎，朱琳儿晚安，晚上好。
我发的 interview 发你看了吗？你是发了哪一个啊？你是说你给我发，你给我，你是有标注我吗？还是你只是有发关于那个电影的东西？阿福欢迎，品贤欢迎，朱莲谢谢你的导药厨，品贤欢迎，晚安晚安，谢谢朱莲的导药厨。鳄鱼欢迎，晚安晚安，我已经尽力节就长这样这么可爱，没有那不好看，有些不好看。陈家树回回谢谢你的导药厨，呱呱晚安 ，Sally 谢谢你的温收雨。伊犁有发我的 IG， 我来看看，是我有看到的那一篇吗？我因为我每天都会去看大家的东西，所以我不确定是哪个。一代欢迎，今天超爆嘟嘴，因为他们一直送我那个导药楚这个字，他就会嘟嘴。KNT 谢谢枫叶，你看枫叶就没有。小溪欢迎。导要楚他就有嘟嘴，一代欢迎，什么？我有买一条你的毛巾，谢谢朱里恩，这是机会的顺序 MV 哦哦，有发我哦，可能有看到，但是就是阿丽有把推筋用来留运动时擦好吗？我还没拆开嘞，因为我还没拍它，过几天吧再来用。因为最近没有什么时间，我手机又为什么有点荡荡的问题呢？为啥呢？你们先等一下，我不要留言太怪，不然我现在看不到。等一下我看一下，他说的那个在哪？我手机很荡哎，天哪！所以我们的毛巾你们也是运动的时候拿来，嗯，是说那个啊，那个，但是我有看你那个就是梦想预备生伴手少女的那个影片，我有看你一下下这样，然后对，然后你之后都发别的东西这样，我有看。推筋大球很棒，够大。我不可能说打篮球会带那个吧？谢谢笑笑的为主播续约一个月的粉丝团，谢谢你，没吧？我才舍不得把阿力推筋拿来擦。你们可以就是打球的时候真的带着它。哇哦，这是什么东西？好特别啊！小红晚安，一四八欢迎。有我有看到了，安夏哥那个晚安，远近欢迎。哎，楼西小红玫瑰，许阿北先生的导药厨，加速谢谢你的厨。余秋欢迎，徐秋欢迎 ，kiss 啾啾，谢谢笑笑。我要买，TING 欢迎，挺欢迎。说一下感观后感杯，其实就是因为我其实是要去看电影，我就是一直想去看，可是就是最近可能还没有时间，等到看电影我就会打新的给你。就是我是一个很喜欢打心得的人，告白气球谢谢呱呱，因为其实我没有看完全部，就是简约看一点点。打人更棒，更棒，打人，我要打人哦！是说那个毛巾去打人吗？天哪，天哪！欢迎，其实我今天又刚好在 YouTube 翻到我们以前，就是我们之前运动会跳的那个机会的。顺序的机会，聚会的顺序，反正就是这首歌我们不是有跳嘛那时候，然后我突然莫名听到，就是觉得很感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那段时间我刚好也是很忙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我看到我自己在跳舞的时候，我会心有一点觉得哇，那段时间好充实。然后再就是我看到大家真的很努力的在跳舞什么的，我其实都会很感动，我很容易很感动。运动会是梦中路吧？哦，是吗？啊，对不起，哦，是那个啦，就是那个，我们猜拳的，我搞错了，对不起。反正我今天就是回顾了好几个影片，就是运动会跟猜拳会跟都有看这两个。Sally 谢谢分享，然后我就在看我们跳舞的时候，哎，等一下，他跟我 P 天。
我按到了，我本来没有想进来耶。哎，什么意思？你要 PK 什么东西？什么意思？你要 PK 什么东西？等一下，什么意思？你为什么没不想跟我联播？因为我在聊天呢、啊。可以吧？可以，来来来，我们要这个是什么东西？礼物的 PK。啊，没关系。哇，我放在 list 送，哎，好特别啊、哦！这是什么东西？我第一次看到。哎、欸，我想说你吃什么？谢谢你晚餐，谢谢 Andy 这样的没有人送的礼物没有关系。你礼物快点。哎、欸，我想说你有吃饭吗？你吃什么？我没有吃啊。吃晚餐。我朋友就叫我去吃大便。不是啊，所以你还没吃晚餐。我刚刚就喝个牛奶而已。我最近不怎么想吃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奇怪，可以减肥，减肥，减肥，对，减肥。啊，你在干嘛？我想去你家，没有干嘛。你明天来啊？啊，我们去烤肉，快点！哎，我带你去烤肉，快点来我家，快点。什么东西？突然。快点，我们家有活动，你要不要去玩？什么时候？明天啊，哎，礼拜。天，不行，礼拜六日都有练习耶。晚上啊，不行。好吧、哦。哈，好事多，谢谢你。下礼拜，下礼拜一起吃，然后我要买烟火，然后一起玩。好的。那个，对。你要去哪里玩？公园。好啊，也可以啊。下礼拜吗？下礼拜吧，应该吧。好，可以。为什么荡荡的？是你荡还是我荡？可以。什么东西？是你荡还是我荡？哎、欸，你吧。是我，你吧？嗯，哎，为什么你有这么可爱的对是特效？哎，谢谢中干尼桑哦，带你去流浪耶！可爱吗？特效这个？直接一给你看，这个直接看这个也很可爱，可爱吗？都有，为什么我没有？这个也好看。我也要。那请阿丽的粉丝送阿丽礼物，就是活动的东西。哦、好吧，那特效。我以为是原本就有，因为我已经很没有特效。好可爱、啊。你可以用啊。我就是一个特效。嗯。我想你，我想见你。我也想见你。好像很久没见的感觉。哎、欸，对，你明天有练习？哎、欸，还有六秒五啊，不是还有95秒？明天没有啊？哦、明天有啊？哦，好，你很可爱，所以不用特效。哎、欸，大家，哇，有人要送我吗？宋美龄，宋美龄，我想看阿丽。我想看那个阿丽输的时候的那个特效，超级很丑的那个特效。啊，那就给他输的特效。没有，我要给他，快点，快点，快点！你都有这么多可爱的东西。大家可以看阿丽的很丑的特效，特效，耶耶耶！加油加油，不要输！加油！还有50秒。不行不行，有可能会输哎、欸。现在，谢谢大家。哇我记得是，谢谢嘎咪。对，输的要有很丑的。那我就期待小三美丽呢。对，我超级期待阿丽那个。你直接扮丑鬼脸就好了。好啊，好啊，可以啊。如果我输了，谢谢 Sally。谢谢中干尼桑，哎，有了有了，
哇，你直接启动了，你要送我吗？对，我要输了，快，我真的要输了，来，快点输，不要，对，快点输，接受挑战。哈哈哈！我要输了！耶，赢了耶！哪里有？神华啊！哎，为什么？哎，有了！好像终于赢了！耶！谢谢熊跟你三耶！阿丽好看，我要截图。我就一直这样子吗？对啊，158秒。哎，其实蛮可爱的哎。好可爱，你们看不到我，我不管去哪，你们都看不到。用这样唱歌，很好看哦，超好看，我也很好看。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百分之五的阳光，的你耀眼。就是你用这个脸唱歌就是听起来不好听。欸，我现在摆鬼脸都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反应。我现在挖鼻孔，啊，没有人知道我在挖鼻孔。你可以不要这样吗？欸，你不要这样子。这可以一直存在吗？这可以一直在吗？可能是睡觉，也就是没有发现。好可爱，啊，你闭眼睛都没有发现，很好看啊，很适合你，很适合我。他们都说这输的也不错啊。哎，欸，有一点真的很像，有一点像张雨绮。对啊。我们等一下下播跟张雨绮讲，他一定会生气。哎，我是章鱼，不是猪。哦，笑。那这个惩罚结束了，你就哎，对，就不要联播了，你就可以跟粉丝聊天。好啊。那你有跟粉丝想说什么吗？我想说，对面的真的太厉害了。没有，那个不是，那是没有对我说，那个不是对我说吧？对，我是说对他那个啊，你的粉丝说你很棒啊，是哦，很棒。那你要跟我说，那你要跟我说话，你是最美的，你要跟我说什么？下礼拜赶快来，没有什么话好说，就这样。赶快来带你去玩。啊嗯，很好笑。等一下，张雨绮一定会生气。大家快截，给你们一个爱心！快点截图，好爱心回来。哎，我们可以一起这样吗？是这边吗？还是这边？对，这边。好，一二三。怎么样嘛？一二三。好。不知道有没有截图套？哎，因为我的是放边，不知道粉丝们是哪一。这样是你啊？结束了。哎，没了。对啊。没了，好，这样，那我们先去粉丝聊天吗？对，好，拜拜，拜拜，谢谢，爱你哦，宝贝。来了，刚刚谢谢你们帮我送我礼物，我还是很开心的。虽然我输了，但是我觉得那个特效很可爱，是我第一次玩，这是第一次玩这个游戏，我觉得很可爱。谢谢你们送我礼物，刚刚我有看到 NDJ 啊，然后很多很多，我忘记了，但我有看到，对不起，我下次会记得。谢谢你们，爱你们。我在回家的路上，好，注意安全，真的很可爱。晚上好，爸爸是，好久没看直播了，昨天汉光演习刚结束，防弹背心穿四天。而且是整天 ，Oh my god， 好辛苦哦，辛苦了那个翔爸爸四，辛苦了。伊琳，谢谢你的掌声鼓励，哎，加速回来了，就玩一下游戏而已，好吗？谢谢掌声鼓励，伊琳，阿米晚安。哎，我一直在听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好好听哦，你们想听我唱吗？耶，回来一下啦。干嘛不想看一下我们性感的小三？哎，小三美丽吗？好，谢谢 JR。好，我们唱《浪费》，是徐佳莹的版本。
牛奶糖，欢迎想听阿丽歌声不错，谢谢西兰。我唱了这首歌我就要来念留言咯。圆滚滚欢迎，晚安。多久了我都没变，爱你这回事整整六年。那个电影没事没事，有时间去看吧。好的，没问题。对了，补充这个背上或者拿几下，辛苦了。哎，你们真的很辛苦哎，都要，哎，工作都辛苦了。好好照顾自己，好好休息，不要太累。没事，不用理我。我没有不，哎，干嘛这样子，加速。也没有时间好消遣，有一个人能去爱多珍贵。没关系，你也不用给我机会，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我就是剩这么一点点倦，真的想我的优点。没关系，你也不用对我惭愧，也许我根本喜欢被你浪费。随便你今天拼命爱上谁，我都会坦然面对。即使要我跟你再好个十年，无所谓。谢谢加速的红玫瑰，谢谢黑姐过的玫瑰，谢谢加速的掌声鼓励。Hello 李。礼拜五孩子打老母，欢迎晚上好维林，欢迎晚安晚安各位晚安，鳄鱼晚安，朱莉恩人的掌声鼓励。我的 IG 里伊犁发给你的 MV 和 MV 很像，好，谢谢伊犁都会分享给我，我会好好去看。你和他没有如愿，短短半年里开始分裂。自想晚安。我的爱依旧没变。谢谢鳄鱼的和你一起。Uni 妹妹欢迎。有的是很多资源，人好欢迎。我有的是很多时间，不去爱才是浪费，多不对。没关系，你也不用我机会，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我就是剩这么一点点倔，真的想我的优点。没关系，你也不用对我惭愧，也许我根本喜欢被你浪费。就算我再去努力爱上谁，到头来也是白费。好好听呢，谢欢迎。不如永远跟你好累的快乐，对不对？对，好好听的这首歌。
我最近真的是听到快要不行了。我今天听到哭，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太好听了。等的样子很可爱，哈哈哈，谢谢欢迎。快乐星球是面面找的吗？对啊，阿丽的月配照真的好美，谢谢你喜欢。CZ103 欢迎。三谢谢你的 Kiki 做你的喵 ，Kiki 做你的喵，哦、oh.。我在听那个金世镇唱那个台湾的歌。哎、欸，我发现我可以做各式各样的，就是那个 emoji 的脸。刚刚 Sam 是这样，然后加速的是这样，然后那个黑杰克的是这样。婷婷看过机枪吗？有提过，我不敢玩枪。我之前跟我朋友去打靶，我都在后面躲的，跟什么一样。时光能离开的大方，跟什么一样？就是那个 emoji 的感觉。快点，你们放那个脸嘛，就是 emoji 的脸。渣男欢迎，就是那个选字的那个脸啊，就是那个脸，你们放我就做什么。希望晚安 ，Sam。然后这边看爱心，然后黑杰克，我知道可以用啊，黑脸，玉人的是这样，玉人的是这样，玉人的是这样，还这样。陈家树的是这样，也太强了，考不倒我。还有，快点继续。那的一切像是手中的咖啡，那个眉毛不科学，那个什么黑杰克的那个脸是这样，就是那个笑脸。Sam 是这样。西兰，陈家素，还是这样？陈家素是这样，笑眯眯的脸，玉人的那个脸啊。福福猫。这个嘞，吸烟的这个，他翻白眼。我觉得你们团还是有很多人知道，没错，会更多人知道的。我今天1200就放假了4天，好，加油哦！不要太辛苦，要好好的工作，加油。Scary， 口水呢？没口水，不给过。就这边呢，这你也行。Sally 的是这样，这是爱心。的咖啡，这表情彻底超越汪汪。这个呢？陈家树的，玉人的。L 都我有做过啦， L 的是这样，惹哭，这个是眼泪。
版的陈家素的。MV 大陆 V 不不不不不不，哦，五口四万多，哇哦，大陆 B B B 的，哎，不是大内地的 B 站，原网两万多，哇，好多人，好抽很多人，有万卷，这技能有够甜，够甜，这个是这样，胡子眉毛，黑杰克，被你找到一个好玩的游戏了。至少知道你们，谢谢你知道我们，希望欢迎更多人知道我们。陈家树，这个呢？这个头，赛我找到了，太阳下山，没有，都没有体验过哎。徐亚北欢迎，我对这种没有不太不会接触到啊，我是女生也不用当兵，所以我不会接触到。我是阿丽珠，我是小丽珠。我要来念留言咯，诶，是从哪一篇啊？是瞎练的日常还是活力满满的时刻充满活力代表着我永远年轻？ Yes， 我年轻，我骄傲，你们年轻，你骄傲，来喽，来念喽！阿丽，爱心，爱心，秋日红，欢迎，超级可爱，配上短发，感觉更俏丽的，谢谢佩轩，佩轩宝宝，郑丽，我叫郑丽吗？谢谢刘淡翔，先欢迎秋日红，谢谢玫瑰。我婆白眼给你，陈家树。年轻，对，我年轻，九蛋，还算年轻吧，九蛋。阿丽，爱心，爱心，给你爱心。尾椎吗？尾椎，尾怀。兔子阿丽太可爱了，谢谢海豚。最喜欢可爱又活泼的阿丽，我也喜欢你们紫红，最喜欢你们草草的噗噗们。阿鹏鹏欢迎，原来的屏东欢迎，谢谢日红的红玫瑰。心态一直维持在最高档，没错，卡丘最高档就是最永远最年轻。正能量美美的阿丽，谢谢李真，阿丽好真，谢谢笑笑。对啊，活力满满的阿丽很可爱哦，谢谢吉米粥，年轻美丽，谢谢自想啊，青春活力啊，你们都很会用字哎，力都是阿丽的力，谢谢思雅兰黛，我的 IG Instagram 我在念，我就是粉丝们的留言，大家的留言。阿丽怎么啦 ？Silly 叫我怎么啦？看到九月的网。求天心力量，让我充满能力力量。哇，你们的力都是用我。路人欢迎，洛克欢迎，活力爆发要满出来了。常常跟阿丽聊天，就会感觉自己还很年轻。耶耶耶，还学我，谢谢玉人。对，我们就是要互相影响，互相的，彼此给彼此正能量，给彼此哦，你还年轻，还年轻，对，你就真的还年轻。漂亮又搞怪的阿丽，耶、yeah ，谢谢敏汉。我们一样年轻，没错，年轻起来，大家一起年轻，思琪。阿丽认真看直播，不要分心看一句留言。好的，我会认真的，我在看你们的留言呐、啊，你们的留言就是我的一切。Daniel 欢迎路人，谢谢一封信。以下开放报名当月前龙马，什么意思？小红。九月正是秋天的开始，带来淡淡的忧伤，有阿丽活力能赶走忧伤的感觉。阿丽会赶走忧伤吗？这么的厉害，那我希望我也可以赶走每个人心里面的大石。心态年轻，身体真的比较年轻，不要放弃学习。没错，大仔欢迎大家一起年轻起来。阿丽超可爱啊，阿丽我不、嗯、
这个怎么有点在学陈家树了呢？亚素 ，Hello， 刚刚是有人留言了、啊，陈家树对不对？你有病是不是？没事留什么言？要准你留言吗？我婆美丽，知道就好，谢谢。但我不是你婆，谢谢。好，下一篇留言是我刚好就是想说，谢谢追踪。有啊，很常会被警报吓到，你知道吗？这几天不是都有什么空袭警报跟那个地震演习嘛？然后我就手机就咩咩，然后就吓到，因为那时候可能还在做什么事或什么，突然吓到这样。哦，真的假的？我会吓到，不会怕啦。万安演习，哦，真的吓死我！我跟你讲，为什么会发这篇文章，是因为我想说，哎，让大家看看我一下，大家有没有想我？我想大家，所以我才那个出现一下。早安啊，安利，早安，阿贝，阿利午安，午安，英杰。阿丽午安，午安丽，嗨嗨美丽美什么美美美午安午安盐甜透，午安卡丘卡丘偷用旧照，不能用旧照，奇怪了，没发过的发一下嘛，没有想你，每天梦中都有见面，只出现一下吗？可以回去，好，我回去，拜拜，我操。阿丽好正，谢谢笑笑，我来帮你擦擦擦擦擦这边，擦掉。阿丽安呐安呐张，午安午安午安雨辰，爱心谢谢纸超，鼻子上的奶油让阿丽看起来更可爱了，谢谢佩轩，呜呜呜是大脚杜大小姐丽，好喜欢，谢谢尾追，阿丽午安午安，思雅蓝带午安午安，谢谢洛克。想睡的下午看到可爱的阿丽一整个就醒过来，不要睡不要睡哦，可以不只出现一下，请出现了很多很多下，所以我明天又出现了，午安午安思琪，美丽好在那个，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不自觉的帮荧幕擦了你的阿丽擦一擦鼻子那么可爱，谢谢志祥，但是泡泡妈擦了荧幕好久才发现是不是我的荧幕脏，是我的鼻子脏。阿丽，我来帮他擦掉。好的，来擦给你们擦。祝福天天 happy 多，问候一个愿望，一串祝福，深深祝福你生活快乐，欢欢喜喜每一天，祝福慢慢流乐。谢谢四龙，阿丽擦美午安，午安亚素，午安继续饿肚子，饿起来，要吃不要不吃好吗？我要来念下一个留言哦，但等一下，等过五分钟再念哈，先来听歌，过个几分钟再。晴天晚安，期待下次拉梦重生听说的阿丽，好，没问题 ，Jeff 欢迎袁滚滚，我们期待一波。我有丢浪花丢扁扁，哪里？我刚没看到啊，没有想你们，哪有你哪有丢？今天在公司全实验室的手机一起响，操！他说：“哇，那个感觉好恐怖哦！天哪，大概有几个人啊？好酷哦！”卡丘欢迎，真的全部一起响的时候真的很特别，很酷。稻草人欢迎，还没丢，丢啊！我来看啊，我看啊，我来专注看你的赛，你丢的赛，来我看啊。还有蚊子哎，天哪！哈哈，我真的好要感谢陈家树的扁扁哦，让我有钱哦。大概十只手机就响，那感觉太特别了吧？我没有经历过这一次，我好想知道，我也好想要感受看看。好几个手机一起响，捏捏捏的声音。哎，我的东西嘞？就这。
很贵的扁扁。我要去，没看到再一发，不要那个很贵呢，他们说很贵，家树说贵贵，笑死苍蝇。通知全关掉，怎样都不会叫。对，通知要关掉就不会叫。还好啦，可爱团应该更吵。你抓对重点了，玉人。可能可爱团比不过这十只手机。一百浪花赌国王赌到赢到1688，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什么什么？十只手机一起在我们办公室大，今天大概就这样。哇，特别贴心的阿丽，为什么我贴心？我哪贴心了？史努比欢迎。就算能付出情感，我在四川十几年了都没怕，不要怕，有我们在，心里有个平安。嗨嗨，嗨嗨，史努比，右下角的游戏，啊，你说你们的，你说怎么转盘呢？阿华欢迎小恶魔，欢迎。要不是你不会哭的。我的眼泪。晚安阿哲，动力丸晚安。另一个哪里有？没有啦。我这边没有出现。今天我穿那里小镇不用。哎，可是我是1988年生的嘛，就是1999那一年。然后我跟你说，我是特别怕地震的，因为我不知道，可能我是有，而且我是那种就是一有小晃一下我就会马上起来的那种人。我真的很怕地震。然后我家人就说，因为你是1999生啊，那时候921大地震什么，然后我就说我那时候才几个月两个月而已吧，这样。然后但我很怕，算了，不重要。好，不重要。陈家书，北原欢迎，你有不重要的事情。年出生的很怕地震，真的吗？我真的特别怕地震，你知道我怕到我如果一个人在家，我真的会地震当下，我会马上去找人，然后我会马上出去，我会马上打电话。如果旁边都没有人的话，我就会一直打电话，或是我会去楼下烦那个我的警卫，你知道吗？我超怕地震，我超怕。我之前跟我朋友，我们那时候我去我朋友的就是饭店找他，因为那时候刚好他来台湾玩这样，然后我就去找。我有听过这个传说，真的假的啦？但我要问一下我的朋友，跟我同年次的朋友会不会怕地震，又没问过他们。但我是非常怕，我自己个人是非常怕。然后警卫有没有翻你白眼？没有，他就说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没事没事，去一下子这样。然后你知道吗？因为我姑姑他们是住在花莲的嘛，这样，然后他们就是对。我每次去我姑姑家之前暑假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很常地震，然后我姑姑就说你干嘛紧张，然后我就可以看到他们就坐在那边，然后还在摇，他们还可以安然自得的坐在那边在看电视什么，然后我就心想说在地震你们在干嘛这样子。大淹水的年份的婴儿会怕水，哦，原来是这样子。哎，你欢迎怕你欢迎。然后我就是，哦，我跟你说，就是我有没有朋友来台湾，然后我们去饭店找他，那时候刚好真的他住在十几楼吧，我记得他住在十几楼。结果那一年大早上，哦，不说过往的事，很难过。好，反正我朋友他那时候我们就在11层，我就摇得超晃，晃到不行这样。那你怕地震吗？88是，你是隔一年应该不怕吧？是要当年怕，在座的人有没有1999年的？然后我先讲完我的故事，然后你知道我超激动，我两个朋友都超安定的去坐在那里等，然后只有我一个一直就是很慌张的跑来跑去。我就是求安慰。
安稳，我超怕地震。章鱼铃，章鱼宝宝，章鱼宝，你在干嘛呀？你好朋友，依琳，你跟章鱼铃很熟是不是？你好朋友也太可爱了吧，那不是真宝贝啊，都保安，本来不怕看到你都怕，对啊，就因为我一直在那边叫他们都怕了。空空空欢迎，晚上好。我的鬼脸他三百六，他每天都看得到，所以不用现在给他看，见到你荣幸之至。好好笑，你跟伊犁对话，伊犁跟你的对话也太可爱了，好好笑，突然觉得很好笑。是飞镖，你是飞镖吗？哦，哇，你了解很多耶，翔哥，晚上好，空空，飞镖晚上好，可以给我看，我都没看过，你刚刚不是看了？谢谢张云的，喵。干嘛啦？请假书。我现在开始自创那些就是你们送给我的礼物的所有就是动作，像张明刚送我的那个猫猫嘛，就是啵啵啵可，我要这样，你们听到那个声音吗？喵，装什么可爱，不是我。然后刚有人送那个什么导鼠药，哎哎不导，哎哎导药杵，导药杵加嘟嘴，因为那个杵。好吧，没事，不要理我。在我家附近，他第一次在我的地盘演戏。哦，你真的了解很多，不愧是军人，辛苦了。地瓜欢迎，晚上好。喵，中影欢迎，徐阿北，谢谢你的导药杵，老鼠药，不是老鼠药，哪里有老鼠药可以送？我要送。没有老鼠药，这是张雨林自己的那个张雨林导鼠药。Mina 快逃啊！对 ，Mina 如果送给 Mina， 她可能要逃跑，她会在直播间美呼。送一碗，然后你们还会送什么礼物？我想想，枫叶就是还好，枫叶就那样，枫叶我不知道摆什么，枫叶。枫叶往上飘，往下飘，还有掌声鼓励就掌声。导药杵哦，导杵哎，导药杵，药导杵，导药杵，好像在念 rap。给我一个导药杵，药导杵，好的吃。先去逛其他情人吃吧，好去。啊，谢谢阿北，老鼠，老鼠，澳门不服国欢迎。你需要老鼠药，我可以寄给你。不要，不用，不用，那个不好。终于先显得极度爱玲，极度爱玲，爱玲玲玲哦，极度爱玲玲玲。开始送礼物考阿丽演技，被你笑死。我就是有点这样了，你知道吗？我已经直播到那车，太好了，终于走。陈家树，你不要这样子，可以用来抓仓鼠哎、欸，咦、欸？不可以，鼠很可爱的，好吗？不要这样子。齐威欢迎阿北，谢谢掌声鼓励，新刻字礼物，老鼠药。我刚刚跟那个什么，那个谁了，就是张美玲玩那个。就是那个游戏 PK 游戏，然后我就输了嘛，然后我就100多秒都带着那个猪猪的那个，我等下要截图传，我等下我有截图，我等下传给你下播的时候，然后
然后我跟小三妹说那个很像你，对不起，哎，你这样的啊啊啊啊啊啊，没有，是刚刚很嗨很嗨，他就啊啊啊啊啊，谢谢你这样的啊啊啊，我们欢迎去了，欢迎。欢迎龙龙，欢迎欢迎，毕竟是同类，没有张武林是章鱼，他不是猪猪。张美玲老张家的吗？对，老张家的，他们是同姓的。张美玲、张雨林同姓，同姓，他们是同个爸妈生产出来的。开始乱讲话，他们是最康姐妹，然后我是那个同父异母。我是那个坏心的姐姐，回回欢迎林真，欢迎，开始在编故事了，对不对？张雨林，我们是三姐妹。没有想过我小葡萄酒，唱不上去，我还是不要唱好。想对你说。当然放弃我的阿妹的歌，怎么可以不唱呢？还敢把自己排除在最这样子的之外啊？因为我姓林啊，我才不要跟他同类，他是狗哎、欸，我跟他是姐妹的，我跟你是姐妹的，好啊啊！对了，张美玲是我们两个养的狗啦，所以他姓张啦，所以他只是他姓张家的，因为对，因为我已经有一只狗叫林木木了，然后他叫张美玲。这张狗狗，张美玲狗狗，所以你要叫我姐夫，干你屁事，可以啦，喝个水，什么喝个水？我要喝个水吗？好，让我喝个水，谢谢你这么贴心，黑杰克，笑死，美玲杀尸变狗，他一直都是狗，你现在才知道这件事情吗？他很爱乱咬人，他的咬人是那种会让人家留伤疤的那种，知道吗？他是张 BB 是姐弟，他跟张 BB 是姐弟。对对对，没开场唱不上去。对，要喝一杯，喝水一杯，我是说喝一口一杯，不是别人说这家子关系图也太混乱。我在搞小王啊，你们没有发现吗？小陈欢迎。张美玲是狗，好哦，没错，他是狗，他真的他自己承认他是狗，因为他想咬人。好了，高音可以上去了，好。等一下哦，待会找歌词。也听说，有没有想过我，像普通酒朋友，还是你依然会心疼我？好累哦，对你说。选择一颗心没着落，要怎么符合？舍不得又无可奈何。你也听说，会不会相信我？对流言会附和，还是你知道我，还是我？跌跌撞撞才明白了许多，懂我的人就你一个，想到你想起我。哦，不要再唱了，好累。是不是大家要记得呼吸？我已经有点累了。好，我已经被歌声感动到，谢谢你感动到了。瑞祥欢迎，一秒一秒约好是舞单歌名吗？官方公布的，所以我们大家要敬请期待舞单的歌曲。一秒一秒约好，要约好哦。喝一杯，不是那个喝一杯。你刚刚输给狗狗，好丢脸。什么意思？陈家树，哈利晚安，嘎逼谢谢你的掌声鼓励。我刚刚没有呼吸，我现在缺氧了。天哪，我头好晕哦。期待阿丽的舞单，期待我们 TP 大家带给你们的舞单，不是只有我，还有很多人哦。好，要约在哪？可能松烟吧，楼下。呵呵，不然能约到哪？下次的活动场点约那里，好不好？要不要约起来？
还是约 KTV 先唱一首。张惠妹，你不要突然出现好不好？你的歌很难唱。妹姐，我们的妹姐，哦，真的很喜欢张惠妹唱歌。哎，我来听个普通朋友，陶喆的。哦，因为你喜欢那个电影，对不对，依琳？那我们一起期待起来，我只期待你。好哇，谢谢你的告白。哦，我的声音应该要下来，太高了，它卡在一个上面了。在真爱，为什么不要听这首？为什么我曾经要说我想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们不想成为我的普通朋友吗？是这个意思吗？是吗？不可能吧？我就知道。你有病是不是？好，那下一首我看看。好，就是爱你，就是爱你。我以前很喜欢陶喆的歌，我超爱他的歌，因为他是那个 R&B 的心，那个时候带起一个风潮。那时候我都听他的转音啊，然后听他的什么什么，就觉得很好听。笑什么？黑杰克，回回笑什么？谁叫他们一说他们不是朋友？这首可以。一直很想对你说，快乐啊！我知道有一首歌，我觉得很很简单，我可以听《爱很简单》吗？转音的话，张志成也不错呢。哦，我知道张志成，我朋友卡琴收回去，朋友卡琴收回去。你是白眼卡，你没有朋友卡这回事，你是只有对你无限的翻白眼。Sally 欢迎，不是要只想爱我吗？好，那天天嘛，那马路上先听爱很简单，好不好？再吵就不要听，烦死了。等一下哦，等一下，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啊 ，Oh my god！ 啊，紧张哦！西兰欢迎，你们先等一下，我用个东西啊。用一下啦。那你们喜欢陶喆哪一首歌？我唱给你们听，声音做很大哦。李立栋，紧张个屁！我紧张。你们不懂啊！我等一下下播还要工作，事业做很大。你们以为啊？什么什么？那是什么歌？玉人，那是什么歌呢？哦，苏珊说，哦，苏珊说，我知道这首歌耶，这首歌很好听耶，但我等一下放，等一下，你们先等我一下。小镇姑娘好听，我不知道那首歌，没有喜欢，喜欢什么？有的，我没有听过小镇姑娘，是陶喆的吗？
我等一下来听听看。好，先，小镇姑娘，我怎么好像听过这首歌？飞机场的十点半好听，哦，我知道这首歌也很好听。哇，你们都好以前年代哦。好久了。什么我不能放得开？那，不明白，我明白，在我心中你永远存在。或许你会有一点怀念，可是我已不在。哦，他的歌好听，但也有点问题。OK。其实我比较喜欢宫保鸡丁，这又是什么歌啦？好，来听下一个，什么飞机场的十点半？我来听别人比较新潮流现代人的在放。哇，他吉他弹的好好听哦 ！Oh my god！给你念一下，也是陶吉吉的、啊。我喜欢麻婆豆腐，什么啦？你们到底要转起来啊？这首歌可以代表加速的心声。十点半，好，我会来练这首歌。好，你下次来练好吗？下次练。我可以练他的吉他。我刚刚听到他吉他有吓到，太好听了先等会儿我好吗？但我要关播，因为我等下去用点东西啊，我真的是要发疯。他们说陈一发儿的小镇姑娘，那谁给他转起来？什么意思？你说那个人的吗？他是一个人名是不是？陈发儿还是陈一发儿？不是，等一下我要传，我第一次用这个。
代码。等一下，我看到有代码。等一下，来听一首漫长的告白。好，我来放歌给你们哦。漫长的告白，因为我刚刚在搞一个我根本不会用的东西，天哪，真的是。中秋想打牌，中影打兵欢迎，抛售0601，1000万股，那是什么东西？好了，我用完了。你们先陪我念个东西，因为其实我差不多要关播，我先来搞定一个东西，我就是在做一些笔记，也是一个工作，妈，我还是要做好。风铃欢迎，打B欢迎，我来写个字给你们。写了一个爱你，怎么搞？目前还没搞定。你有什么会用的？就是我在这里劈你腿了。我等一下用那个，就是 Gmail， Google 的那个视讯什么？等一下，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Meet。NEET 就是一个跟人家线上要像开会那种东西吧，然后我就刚刚在搞定那个，我不会用，我第一次下载那个，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哎，那是 NEET Gmail 也不会用，不是 Gmail， 是它有一个视讯框什么的。哎呀，我不知道怎么讲啊，反正就是那样嘛。气死！搞定那个就很麻烦，然后你没有嘲笑我，真是，我就是笨。不是 Gmail， 是 Meet， 是什么 M-E-E-T， Meet。我没有第一次用那个 Gmail， 我会用，好吗？但是用 Gmail 登入，对，你看我去印了两只我狗狗的照，来啊，现在抽奖活动哦，看一下，这不能抽奖走，这是我的宝贝，我宝贝是我这世界上最疼爱的，哦，小学生都会用哦，呵呵呵，那我好真笨。OK， 寻狗启事吧。什么寻狗启事？你怎么这样子？在上面来画幅画。可能我姐会杀了我。干嘛乱画画？这是木木哎，干嘛乱画画？啊，我最不会画画。我真的很不会画画，还是写字比较好。我比较喜欢写字，做笔记。我就是怒，就是因为你们一直嘲笑我。哼！哎，为什么会用到？等一下要用东西啊。自己的工作，我也有空拍一拍香狗，就撕狗狗贴。我真的给你翻白眼，陈家树。应该说我已经给你翻了，无限无限。
今天给你无限的白眼，你都没有嫌弃，我都没有嫌弃你的病，你们有嫌弃，你说不要画画，不是都用 D O M 吗？没有，都不知道，就是我们那个别人叫我用，我就用。谢谢欢会游泳吗？哎，我真的不会游泳。哎，你们会游泳吗？我说你要画，我只写字，我不画画。好久没游了，子斌，你最神墨一节，陈家叔这样，你怎么知道？慢慢就会发型。哎，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我想上厕所，所以我差不多快不，我真的好想上厕所，我已经忍了一段时间，我是想小，就是想去尿尿。我有刚刚的喝水，我先念吧。第一名是 J 啊，谢谢 Andy J 啊。第二名是加速，谢谢加速。第三名嘎逼，谢谢嘎逼。第四名鳄鱼，谢谢鳄鱼。第五名呱呱，谢谢呱呱。第六名 L， 谢谢 L。第七名周敏，谢谢周敏。第八名 Sale， 谢谢 Sale。第十九名吉米周，谢谢吉米周。第十名 Sally， 谢谢 Sally。第十一名是 Sam， 谢谢 Sam。第十二是流浪的路人，谢谢路人。第十三是雨林，谢谢雨林宝宝、杜宝宝。第十四名是阿比，谢谢阿贝。第十五名是凌晨推，谢谢凌晨推。给你一个壶，我要继续把它喝完，然后去上厕所。嗯嗯。爱你一个吻，拜拜。